迎收看生涯规划第八讲，本讲次主题是财务自由。我们先来看单元目标：一、了解财务自由的意义；二、建立自主的理财观；三、认识金钱的价值。我们继续邀请开南大学企业与创业管理学系副教授陈东阳博士。陈教授好。石老师好，各位空中学院的学员们大家好。现代人常常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曾经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卡债的问题成为社会上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常常成为消费行销的标的，以至于呢，政府部门必须祭出非常的手段，对于学生办信用卡给予种种特殊的限制。陈教授，不知道有没有学生有这个过度消费的问题哦？他们学到了什么样的经验呢？是我发现有部分同学其实家里给了他还算丰富的生活费，不过因为他买这买那，总感觉到不够用，必须靠打工来赚些零用金。这么一来，经常该上课就没来上课，而结果势必会影响到学习，而耽误了学习的大好时光。哇，是的，从这些比较负面的这个经验跟案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追求经济自主、投入理财规划是成年人生涯规划中不可忽略的重点。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和理财品格教育，学习正确的理财知识和财经素养，才不会变成钱财的奴隶，这是成人的一个重要生涯规划的功课。陈教授，请谈谈您的金钱观，以及您对于子女学生的理财的教育观点是什么呢？我们常听人家讲金钱并非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因此工作赚钱成为任何一个人一辈子中重要的事。如何赚钱以及如何适当的来支配所得是一门大学问。我个人的看法，任何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去赚钱，不可以无所事事，但也不可好高骛远，不可为钱在拼命，但钱也够用就好。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金钱观，我也常以这样的看法来跟子女或是同学们分享。钱够用即可，说来很容易了，但是要确实达到这样的要求，同学们可能要去学一些理财课程，了解财务上的风险管理，才能对自己的所得做最理想的一个规划。是的，很多人呢一想到理财就梦想自己能够拥有像这个比尔盖茨或是郭台铭他们的财富，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的情况来说，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不如呢量力而为的面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务实的规划才是适当的。2007年商业周刊有一个专题报道叫做100元学做有钱人，他提出了一些务实的理财策略，很值得我们学员来参考。首先呢，让我们来诊断一下你的理财观是不是正确。有人说我真的没有乱花钱啊，可是每个月的薪水几乎刚刚好就是用完了。我也想要省钱啊，但是每天叫我少喝一杯 Latte 实在是太委屈了。然后呢，连养乐多都涨价的年代，只有我的薪水没有涨。诊断指标是这样写的，以上三项叙述，如果你符合其中的任何一项，那就代表必须要学习因应通货膨胀而产生的 M 型社会理财的新技能咯。每个月的薪水都用完的，我们称这样的人叫月光族。每天少喝一杯咖啡就觉得太委屈的，我们叫他是宠爱自己族。那薪水没有调涨的呢，就叫做他动涨族好了。那近几年呢，22K 的议题更是整个社会挥之不去的。陈教授，不知道对于这些社会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薪水合不合理，当然必须检讨。不过那可能不是一般我们受薪阶级所能讨论的智慧的，而就我们自己能力所及，可能要针对自己的收入做更合理的分配，才是当务之急。因为领到同样薪水的同学们，在应用到生活层面，其结果就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把钱花在
穿的啦、吃的方面，有的却把钱花在充实自己的学习上。因此啊，在这里建议同学们把比较不良消费的社会现象拿来作为自己的警惕。嗯哼，没错哦，会赚钱和会智慧的使用钱财，其实这都有很多功课要学的。举例来说，每天省下一杯150元的咖啡，或是少搭一趟计程车，30年后你能拥有多少钱呢？1000万。那这样看来呢，就不能够瞧不起这个每天的100、150了哈。换句话说，如果你每天能够省下150元，每个月固定的投资5000元，如果我们以年报酬率10%来计算的话呢，这样的小钱30年后就能够累积成让你成为千万富翁。那这也就是爱因斯坦他的一句名言，叫做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不是原子弹，而是复利，这句话的真意了。在我们诊断了自己的理财观念之后呢，我们也来看小钱发挥的大效益。接下来再请陈教授来谈一谈这个把小钱变大的 撇步。 小钱变大钱的 撇步 包括花1块钱要发挥3块钱的一个效益，把资源放在真正喜爱的地方，管理金钱来增加自己使用金钱的自由。另外要懂得储蓄未来财，有一套理财321法则。这套法则的重点是不花掉未来的财富，强调将收入分成3份现在、2份未来、1份自己。每个月先扣掉未来的2等份后，才开始支配其余4等份，没花完的就继续啊移入未来的账户。所谓的现在3份，指生活上所需花费的；未来2份，则是储蓄将来所需，如退休基金；自己1份是充实自己基金，买书与上课都包含在内。嗯，没错。理财专家表示，越年轻越不能省。假如扣掉生活费之后，真的没有剩多少，干脆全部拿去买学东西，这就是自我充实的基金。陈教授，您建议年轻的学员们要怎么样来投资自己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是投资自己的最好写照。身体健康最为重要，不能因为赚钱把自己累坏，工作、休息、运动要合理分配。建议同学们培养一项喜爱的运动，持之以恒，在学习上可以在精进工作上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所需的语言程度，时间以及经济许可范围可以投资和自己兴趣相吻合的第二项专长。嗯，是的，储蓄未来财哦，的确非常的重要。要成为富翁，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或是生活态度，就是要能够分清楚想要和必要的分别。以股神巴菲特为例，他拥有数百亿美元的身价，却不愿意花钱买一套昂贵的西装，不是他吝啬，而是他说呢，穿在我身上看起来就很廉价，那就没有价值。他说，价格是你所付出的，价值才是你得到的。懂得区分他们，不盲目的被价格所引导，就是巴菲特成为全球富豪的一个有钱基因。而这也是有钱人和穷人的差别，能不能洞悉自己的欲望。请陈教授为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巴菲特的观点好吗？好的，所谓想要是指我想感觉好，让别人仰慕，所以啊，我买跑车或是名牌皮包。而必要则是指生存的必需品，包括食物、居所、子女教育、退休养老金等。当你区分出欲望的种类后，还要将自己的欲望排列出优先顺序，才能照着顺序聪明来花钱。嗯，是的，聪明消费管理金钱真的很重要哦。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系教授 Daniel Kahneman， 他对于人的心理怎么样影响经济行为的秘密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点。
比如说呢，他说人为什么会觉得分期付款比较划算呢？明明这样会增加利息的成本，原来呢，因为人很容易有所谓心理账户的迷思。精于行销的这些商人哦，他们就替消费者开了很多个心理账户，让每个人因为每个账户要支出的钱变得比较不多，而疏于防备，做出消费。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花钱之前呢，只要经过自我对话，要当穷人还是要当有钱人，就系于一念之间了。如果你开始决定每天少坐一趟计程车，并且为了30年后能够创造一笔1000万的财富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呢，属于你的奇迹就在发生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陈教授来分享哦，有一个例子，他是呢一边买名牌一边存100万的这个例子，很特别。这个案例啊，是一位金融业上班族如何务实地经营他的财务生涯。本案的核心信念是收支分配计划的拟定要合理，只有在不苛刻自己又兼顾生活必需的消费情况下，理财计划才会真正的落实。66年次在金控公司上班的一位上班族，出社会没几年，不但在短短时间内累积了自己的第一个100万元，更令人关注的是该有的消费他并没有亏待自己。比如说价值20000多元的 Omega 表、 GNH 皮鞋，还有万宝龙钢笔等，都是他每天必备的行头。并非含金汤匙出生的他，如何在不需要过客难生活的情况下兼顾收集了名表的嗜好，又能存到100万呢？方法一，妥善分配月收入，拟定合理可执行的收支分配计划，在不苛刻自己又兼顾生活必需的消费和娱乐的情况下真正来加以落实。月收入约50000元，因为住家里所以省下了不少钱，薪水的30%到40%用以生活费，40%用以储蓄以及投资，10%买保险，10%用以朋友的交际应酬。那依照不同的资金用途开立不同的账户，比如投资、生活费都各有专门的账户，哪里多了钱哪里少了钱都一目了然。同时啊，他也会在银行账簿上面做很多的记号，清楚地写下每一笔钱的一个用途。这个情形啊，他自己朝好像是阿伯哦。看到这一位66年次上班族的这个阿伯的行径哦，的确是会让人会心一笑，可是呢却好像又是一个蛮有效的存钱跟理财的方法。但是他又是怎么样维持那些高档的消费呢？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耶。对，他的理财奇迹的第二个方法就是用额外的奖金来买奢侈品，收集名表，还有1年2次的旅游，花费啊都是从哪里来？这就是啊事先规划的功力了。他自己设定好1年买一只手表的目标，由年终奖金的1/4，或是每个月额外的业绩奖金而来，原则是不动用到月薪。旅游基金也是一样，是从投资股票或基金的一个获利慢慢存下来的，也同样以不动用本薪为原则。因此啊，如果投资没有赚那么多，就少去几趟，或是选择比较便宜的东南亚的岛国。哇，真的是蛮 smart 的。分享了上班族小钱变大钱的理财观之后，我想要介绍美国培基教育机构的一个理财之道讲座。这个讲座在美国称为财务自由讲座，也就是 Financial Freedom Seminar。它已经行之多年，成绩斐然，是由 Jim Samson 教授所授课的。它是一个16个小时的录影带教学，帮助过成千上万的学员学习圣经里面对金钱的教导，
并且开始把这些原则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使许多人避开了财务的危机。Jim 教授呢，他从圣经的教导解释普世通用的一个理财原则，并且使用自己在生活当中现实的例子。这个讲座提供了许多实际的训练，包括如何在这个理财上面得到自由，以及明白金钱的目的，辨明和拒绝错误的理财观，以及用错误的方法致富的人可能会面临的后果。另外，他呼吁不要做金钱的奴隶，也强调施比受更有福的这样的奉献的观点，还要立定心意不欠债，以及学习如何量入为出，还有呢，培养拒买力，还有逃避诈骗者隐藏的陷阱，学习购买最划算的东西，决定使用有效的记账方法，不借钱给朋友，也不为贷款作保，发挥家庭最大的潜能，不计代价选择拥有好名声，这都是他的课程名称。另外，学习为钱财的需要祷告，避免合伙做生意，要辨认并且克服懒惰的习性。同时呢，对于男人来说，要聆听妻子的忠告，还有呢，要从今天起预备永恒的产业。这些都是这个理财圣经里面哈，就是这个财务自由讲座的课程。那陈教授关于学习购买最划算的东西，或是不借钱给朋友这个部分，您有什么样个人的体会呢？我习惯购买实用的物品，而不讲究名牌。常有购买打折的物品，而不是当季价格最高时的物品，是我常有的一些经验。那至于借钱给朋友这件事，可能是我的朋友啊都比我有钱，所以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但若假设有朋友要向我借钱，我会衡量他借钱的作用以及是否急迫，包括了金额的多少。是的，看起来您也是一位非常务实的这个财务理财人哈。那说到这个理财之道哈的背景哈。那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主讲人哈，他个人的故事真是人生如戏，甚至是比戏跟戏剧化的哈。Jim Simpson 呢，他的亲身经历和故事是这样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在30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是美金哦哈。那讽刺的是呢，在他29岁那一年，他却面临了破产的危机。他内心的负荷重到一个地步，让他是不能吃、不能睡，也几乎是没有办法工作的。在这段困境的磨练当中，他的基督教信仰让他学习到在生活中、在家庭里以及在事业上应用圣经的原则。因此，在理财之道的讲座中呢，他就坦白地分享了自己从悲剧和胜利当中学到的心得。后来也因着这些在生活当中应用这些圣经理财原则，使得他在美国成为了非常成功以及与人信赖的一个令人信赖的一个地产开发商。 Jim Simpson 他分享了20项的理财原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课程纲要，以及呢和我们的天性以及一些常为人所接受的理财方式其实是大相径庭的。如果你以为理财之道是在教我们怎么样赚大钱哦，那就大错特错了。理财之道里面呢所谈的反而是要怎么样脱离债务，怎么样处理妥协，怎么样明智的投资，也要学到怎么样培养婚姻里面的合一，怎么样将这些原则教导给你的小孩子，还有怎么样与其他人共事，又如何发展其他的技能去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配偶、还有成功的父母和财务的管家等等。那理财之道讲座也正如它的英文名称一样，是在让人学习得到财务的自由，体会财务自由的珍贵，最后人们得到的将是生命中最大的财富，这就是自由和品格。那理财自由呢，是在生活当中没有欠债，能够量入为出，在一切的消费上都做出明智的决定，并且寻找出最划算的东西，
理财自由是克服懒惰的习性，并且殷勤的工作。理财自由是宁愿选择有好名声，而不是财富。那理财自由也是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财务的责任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优先顺序的。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必须要拥有更多的金钱或是物质才能够得到快乐与满足，其实这是一般人都有的财务的迷思。盼望我们的学员们在关心财务这个话题上呢，能够从财务自由的讲座所分享的观念里面去得到最大的益处。至于呢，要实施财务家庭教育，从小培养孩子正确的财务观念，富邦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陈矮玲女士，她以四个孩子妈妈的这个身份，分享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请陈教授来介绍一下她的故事。是的，陈矮玲认为，富裕家庭的子女，即使衣食无余，但教育小孩对金钱保持平常心，并保持对生命奋斗进取的一个心态，是富二代，甚至富三代父母最大的一个挑战。钱女士是富邦金控家族的长媳，家族曾名列《富比士》杂志台湾富豪榜第一名。尽管身为首富之家的长媳，钱女士教导四名子女却走平民风路线。她认为，富裕家庭的父母不应剥夺孩子对金钱以及物质的适当匮乏感，这种理财教育才是对孩子人生中最大的祝福。陈矮玲透过记账让孩子有适度的匮乏感。四名子女啊，都是到了国中才开始有零用钱，并要求他们必须记账，借由记录自己的收入支出，从中学习到量入为出的好习惯，革除寅吃卯粮的坏习惯。记账时必须按收入、支出、储蓄三个项目记录金钱的流向。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则进一步要求孩子自己编列预算，从记账当中可以让孩子了解到钱的重要，而不是伸手就有的东西。他说到大女儿就读大学的时候，刚开始租的还是大门门锁坏掉、地毯花霉的公寓，直到陈矮玲去美国探望女儿时，担心安全，才帮女儿重新找到较好的出租公寓。他儿子第一次买车时，原本打算买亲戚淘汰的二手车，也是经他以安全理由劝阻，才购买一辆新的来代步。陈矮玲从孩子小时候就刻意地维持他们对金钱与物质适当的匮乏感，主要是想养成孩子们简约的个性。小学时，他要求小孩自带水壶去学校，不给零用钱，尽量减少他们在外面买饮料喝的机会。国中给小孩零用钱，他回忆说，孩子们大多节俭，会有结余，偶尔有不够的情况，但他们来向我撒娇也没用。我一贯的回答是，你要为自己负责。每当孩子生日时，亲友们以爷爷奶奶的礼物啊，就会如雪片般的飞来。那身为妈妈的陈矮玲也曾为这个课题啊伤透脑筋。最后啊，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生日的时候，她规定孩子们只能挑选最喜欢的三件礼物，其一啊就送给富邦文教基金会赞助的弱势团体的小孩，这样不会因为拒绝亲友感到不好意思，又可以避免孩子收到过多礼物而失去对礼物的一个尊重。同时啊，也可以把分享这个观念深植到小孩的心中。而每年过年小孩收到的压岁钱，也经常对钱乃年严格的理财教育造成小小的挑战。于是啊，他规定每年过年孩子只能实拿压岁钱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一啊由妈妈代为保管。十分之一的决定是他身为一个母亲在人性与教养两者之间摸索出来的一个平衡点。是的，我们看到刚才介绍陈矮玲，
他在这个富邦家族，可以说是台湾的这个超级富翁，但是他们对于这些金钱的观念，仍然是这么样的谨慎，希望让小孩子呢不要再因为是出生在富豪之家，而就过度的轻忽了这个金钱的重要。那事实上呢，在如此严格的这个小孩理财教育执行之下，陈爱玲说他心中其实深藏的是一个他对孩子们的深层的一个期盼。这个期盼是什么呢？他说在金钱和物质上，我一直刻意维持我的小孩和他们的同学朋友差不多的水准。因为呢，陈爱玲心里很清楚，他们自己的家庭和大多数人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他不希望因为这些孩子出生的家庭不一样，就失去了平凡的快乐以及对人生探索的热情和斗志。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陈爱玲是这样的教育的小孩子。最后再请这个陈教授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尽理想，各种消费广告不断的诱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年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金钱的态度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理财教育的一个重点？我建议同学们要把工作赚钱当作未来生活的重心，因此啊，要充实自己，做好未来就业的准备，并且啊，要量入为出，千万不能成为月光族，把赚来的钱花得殆尽。毕业后有工作，身边又有够用的钱，我相信你的生活啊，将会是彩色的。是的哦，我们看到就是钱财真的是生活当中非常纵横我们的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虽然呢，我们现在说整个社会的不景气，造成好像现在大学毕业生觉得他们是从22K 起跳，不过就我所知，事实上像以我们台北商业大学的学生来讲，其实他们的就业的这个环境是还 OK 的，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去工作的话，其实都容易找到工作。那我相信这在各行各业中也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如果能够在一个稳定的工作上求发展求进步，然后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许多从小钱累积成大钱的这样的一个节约理财，或是积极的去规划，相信人生还是可以大有可为的。而各位学员呢，千万也不要忘记，理财的确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功课。那怎么样在物质诱惑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守住我们手上的钱财，做最充分的运用，让它成为我们人生的资产的累积，我相信这是我们学员从专业的知识的学习，以及从许多生活当中累积下来的生活的智慧，都是能够去要求自己办到，也以这个作为个人的生涯规划的目标。我们今天关于理财自由、财务自由的一个讲次，我们就进行到这里。下一个礼拜呢，我们要进行的主题是陈树菊女士，她是我们另类的台湾之光。我们谢谢陈教授，下个礼拜再见。